欢迎来到台湾公益文化园区，这边是生活公益馆四楼彭万工坊竹木艺，我是竹木艺的住房公益师赖宏春。彭万工坊竹木艺提供的四大服务：欢乐体验、手的劳动心的感动的 DIY 体验、植物爱物惜物的观念养成、营造老少咸宜亲子共学的空间。接下来让我介绍竹木艺工坊提供了哪些欢乐体验的项目。竹木艺工坊提供了许多免费的体验项目，包含了竹筷枪、五班锁、十八桥板、吹龙舟、西瓜棋等即时互动体验的玩乐，而后将陆续提供更多的体验项目，让亲子共学体验参与，创造欢乐气氛形态。游客来到工坊，我们提供了蛮多的 DIY 体验项目。DIY 包含了竹风车、锣鼓风车、龙舟车、猴爪、竹筷枪，这些都是我们在工坊里面提供的服务。那我手上这个叫做麦芽鼓，就是我们早期农村社会麦芽糖的时候的叫麦玩具。现在可以来自己亲手做一个古早玩具带回去。游客来这边体验 DIY， 经由手做发挥创意，让作品赋予情感与深度、生命与温度。游客能体验工艺铜腕的乐趣，更能亲自制作属于自己的铜腕，激发自己动手做的原动力，并在小小的心灵中植下美好的工艺因子与感动。学工艺、做工艺、习工艺，经由最基础的铜腕工艺制作，竹筷枪为例，从工艺材质、竹的种类认识、材料运用、教学学习、制作完成，从中学习结构，赋予生命，而后玩具故障可以自己动手修理，让玩具可永续使用，达到爱物惜物，达到植物绿工艺环保的良善基因。工坊虽名为铜腕工坊，但却是当代铜坛小家庭不分年龄层的亲子共同学习空间。工坊提供了欢乐体验、 DIY 以竹木艺的商品行销，让游客小朋友在快乐学习体验欢乐生，在铜腕工坊余音缭绕，为园区推广工艺、体验工艺、亲子互动学习提供非常优质的基础，让来的游客每一个都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家。也欢迎大家有空来到台湾公益文化园区生活公益馆四楼铜腕工坊来找我哦。